酒店的事儿，多谢你了。那瓶药你吃过没有？什么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安神药，我让米谷给你换的安神药，你有没有吃过？那瓶药不是我自己要吃的，是我给梁木泽的。让他扔掉。怎么了？我们公司之前和一个药企有合作。 想利用三天打印技术研发中药和真的安眠药，结果第一批次产品里含有过量的麻豆林，长期服用可能会导致肾衰甚至肝癌，所以决定内部销毁掉。结果被我助手拿错了，我都不知道，我就给了米谷。通常呢，男人和这女人没有第一时间接电话，要么在忙，要么就是在嗨。你再打都是很自讨没趣的。小楚，那些药只是个意外，还好你没事。我是没事，可是我的朋友差点吃了那些不合规格的药，你知道你给我带来了多少的麻烦？ 他的身体要是因为我的疏忽落下什么病根的话，我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。还有，下次要是做任何和我有关的决定之前，麻烦请你能不能提前通知我一声，不要想干嘛就干嘛，尤其不要把米谷扯进你那些意外里，也不要借着为我好的旗号一次次的伤害我。对不起。哇哦。 看起来他在嗨。你跑到哪里去了？你猜？你在哪儿把它捡回来的？ 那个接近的事给你添麻烦了，哥。嗯，我困了。哎，他怎么了？是犯病睡着了，走吧，去你办公室。啊，走。哦。iQIYI，strange name，amazing shows。iQIYI。